时间啊，真紧伫咧过啊，确实咱爱知影，时间苦短啊，无空过，伊呢不断行运，不管是啊天光啊啦，或者是呢迄、那个日落夜暗啦、啊，无不是呢。都是在一个运转中，时间一点啊都无停歇，所以啊，时间苦短啊，目空过，哎，行持刹那，动把握啊，切莫耽误，理正。修心养性行大道啊，这是真重要、哦。时间既然这么苦短，因为伊不管是呢，都、就是安尼在咧消失，所以咱必定呢，要好好把握。一刹那间，因为伊消失也是不断出现，这种的循环呐、啊，咱要赶紧等到因缘的时，哎，赶紧刹那把握，把握的行持，常常讲。咱的一念间，甲外面的境界因缘接触，好的因缘来时呀，咱把握起来呢，那就是永远呐。所以叫做行持，这个永行呢，是由于刹那间，咱有及时把握。所以，才有这个永恒，这个真久的时间，就亲像咱佛法，咱也是有因缘呐。当着佛法，一句话呢，可能是咱终身受用，常常都会去想着，去当尊。我的师父甲我伫台北飞日工厂，啊，迄个场地，迄个景象啊，伫我的脑海中呢，永远都无去互伊灭掉去。这永恒啊，恒持，不管我现在碰到人事物。有困难，我都会去浮现出了迄个场景，那这个声音，我的师父阿弥甲我讲，你我殊途因缘得殊，你决心皈依，记着。为佛教，为众生，这种的境界啊，还是呢，历历明明啊，在这个脑海中，这叫做行持啦。在迄个几句话啊，无到两秒钟、三秒钟，安尼呢，互我一世人。拢总是啊，无去会袂记哩，一世人做袂完啊。当然，也阁有来世人啊。虽然咱常常讲缘生缘灭，但是呢，真理法是永恒啊。咱一世人从生弘。来世人能够发愿，
来世人啊，还是同款啊，紧接着这种循环啊，安尼接纳落去，就亲像佛法两千多年啦，现在佛法啦，也阁是伫人间，佛陀的慧命啊，也无灭。虽然佛的心两千多年前，一个名相叫做七力涅槃，身体是无伫的啦，却是佛陀的精神理念法也阁活在人间，所以叫做法身。那法身呢，都无有生灭吼，那过去的以前，悉达多太子个以前，那生生世世，安尼伫咧成就慧命啊，到成佛了后，佛陀是道家祖堂来人间，他现上人间是伫咧教导咱讲要安怎修行。人生世间，哪怕是成佛啊，寿命就是七载八十，无真短，嘛无超过长，是真正常的人生寿命。真诶，就是要现上，互咱知影，甲咱人拢是共款呐，有生老病死。但是迄个精神理念呢，就是无有迄个性别上，所以因为安尼，无数以来都有这个法，人人本具觉性，人人呢都会当悟到天空的道理呢，人拢会当会合，这是佛陀的爱，一种无言大慈啊，永恒的大爱呢，出现人间。也咱现在就像那接受佛陀甲咱的教育，所以佛教呢会当普及人间，佛教爱普遍传达出去，所以为佛教为众生，那必定呢爱行持迄个刹那间。永远永远啊，咱都爱好把握的迄个时阵，启发咱发心，迄念间，迄个刹那，就是咱爱行持，所以叫做行持刹那，那懂把握，永远永远爱把握掉的啦，好切莫耽误啊！唔通贪恋呐，贪着伫这种呢人间喜乐，唔通呐，这拢是无常啊！这种人间的喜乐呢，真容易，予咱耽误落去，予咱起心动念烦恼、贪欲等等。无明学业啦，就是伫这个淡落中啊所发生的。唔通，咱那是一淡着这个欲乐啦，那咱就容易呢离开正道咯。所以咱爱好好修心养性，行大道。人心难定啊，佛法难闻啊。接受佛法了后呢，咱爱发大心，立大愿，行大道。咱那咧皈依的时，就是讲体解大道，法
无上心，皈依，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。迄、那个无上心呐、啊，就是伫这个大道，一种菩萨道啦，叫做大道，大菩提道。这是大觉悟的道路，咱修心，咱养性，咱要把握时间，好好佛法入心，好好养咱的心性，那开发咱这份宏愿呐。净土弟子，拢总是爱有四宏誓愿。净土法门所要传的呢，来修啦，是四宏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那烦恼无尽誓愿断呐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，这呢就是咱。净土法门，人人起发心啦、啊，就爱有这四宏誓愿。这呢，这是叫做行大道。那么咱立足这宗门啦、啊，足这人间路啊，那咱爱立灵根中去，所以爱发。素无良心，慈悲喜舍，大慈无悔啊，大悲无怨啊，大喜无忧，大舍无求，为众生的幸福，咱愿意付出，无后悔啦。所以讲。大慈无悔啦！那众生苦难呢？咱一定要投入去脱离伊的苦难，任劳任怨呐，绝对呢无怨无尤啦！真辛苦，我甘愿，我无怨，这大悲无怨，那大喜呀、啊，付出了后啊，平安自在。无忧啦，因为呢，众生在苦难中，咱已经付出呢，该救拔出来啦，以安稳啦，开发伊的心啦，那信心安稳啦，咱呢无忧愁咯，咱呢愿意，因为是咱家己主动自发，愿意下。所以呢，大舍无求，人愿意付出，无所求，啊，搁都爱安怎呢？感恩咯、哦，吼、哦，真呢是咱菩萨道啊，来修，就是四宏誓愿，外行呢是四无量心。内修是净土法门，外行呢是自在宗门，这呢是一个真完整啊，福慧双修。自在宗门是修福啊，净土法门呢是修慧，所以啊，福慧两足啊。这就是咱爱在时间中呢，好好把握。过去啊，大家人真向往美国经济好，那科技真发达啦，所以认为伊是人间天堂啊。可是看人祸啊、天灾啊，这种呢，会经常历历。传在咱的面前，你看，
人生是这么这么无常啊，所以呢，咱经文吼就讲多诸毒虫，离迷苦味，大好名言，殊眠记起。哎呀，人生啊，真多真多呢，这种无安全，毒虫呢，就是冥兽啦，所有的动物，啊，这些动物呢，无离开咱的心，所以啊，伫心外面有这些动物，其实呢，咱的内心啊，这些动物啊，毒虫冥兽啦，拢伫咱的内心里吼。其实是呢，咱待人接物，同款是温服着这种毒虫猛兽啊，搁较可怕啦，就是离迷苦味，来无影去无踪啊，迄种呢，真紧翻一个掌，翻一个面，那就是安尼个无常啊，你看。光烈啊，风啊，安尼一直光去啦，瞬间厝拢倒啦，人命呢在呼吸间呐、啊，看迄个境界，真正是如大火明炎呐、啊，这种的世间，四面聚起哦，真呢就是人间呐、啊，所以咱。甘通搁再淡恋伫安尼个世间呢？一时人生万劫难再哦，趁着咱即世人，咱现在会当听，咱现在会当做，咱有现在即个因缘，咱来好好把握啊！也那无一时人生万劫难再。来生呢，是不是会当搁伫人道呢？也未听到佛法以前，咱到底呢有做着偌多的业吧？咱拢唔知。不过呢，咱把握伫现在，行持在刹那当下间呐，哦，唔通一点嘛，搁再偏离正道去，好好呢？修心养性，行在大道，这呢，才是咱未来人生的气象。那下面一段文都在讲啊，日出处处贪乐嬉戏啊，莫以救之，令得脱难。四国诸人，我今。快乐，这是一种的譬如啊，因为呢，咱众生无明啊，也搁在伫人间呢，安尼伫咧贪嗔痴慢疑，贪乐嬉戏啊，所以佛陀来人间，那要来度化众生。开始啦，那真无容易呢。四十多年哦，那譬如自助自出世，无了经济，四十多年啦，开始呢，在地主新闻啊，靠着声音入泥中啊，了解有安尼的佛法啦。那独角、圆角、辟支佛，亲像这个呢，了解啦。我爱断烦恼，我爱持戒定慧，这个三无六行，这是足无容易。佛陀来人间啊，说法四十多年啦，才开始呢，听佛说法。才开始发入心啊，那断烦恼啊，
会当持戒定慧，即无量精进，即个弟子即安尼开始，人人都是无量的精进，真正这个缘起慧缘呀，这个因缘呐，要成就实在是足无简单的哦。今在无明尘沙浮众之中，虽然呐、啊，讲这个因缘这么殊胜，无量的精进，那已经入心嘛啦。不过呢，咱要真注意这种的无明呐、啊，亲像尘沙同款，亲像土沙粉啊同款呐。好，咱那是无好好时时用功呐、啊。这个土沙粉呢，唔知什么时阵呐、啊，啊，两旁入来哦，那真多吼、哦，这种无明尘沙来给咱障碍着吼，那安尼呢，咱都无法度向前前进呐、啊。啊，这种的障碍呢，这个尘沙的障碍，都、就是来自自己贪欲。贪乐嬉戏，所以啊，这也搁在这个三界中啊。用心想看卖，咱是唔是呢？也阁有这个尘沙的无明呢？好，这是足有足有的无明啊！这种我爱也阁执着了嘞，吼！这种的无明也有啊无？我想呢，大家人啊，伫内心拢回答舒服肯定啦，有哈？即我爱的执着，也阁有我爱我的囝，娶好新妇；我爱我的新妇，娶来赶紧生孙啊！有哦，等等啦吼，真多哦，这都是迄个人的执着吼。啊，佛陀讲啊，莫以求之，令得脱难。啊，这囡仔已经甲落一挂种子啊啦，佛法已经呢有入心啦。不过众生爱着见思，不能自发。众生呢，迄、那个贪爱的心，还是呢在迄个见思迄个内底不能自发。所以佛陀呢，必定爱慈悯的心，爱不断回入三宝。总讲一句，人人本性都有甲佛陀同等的真如啦。所以佛陀呢，因为阿弥陀佛牵加成就，伊不断爱回入三宝吼，来救拔度化众生。所以呢，佛讲，我以救之，令得脱难。因为呢，要得到这个因缘呐，唔是真简单哦。即嘛已经下种子有了缘呐，所以佛陀讲，我以救之，有种子都有机会啦。所以令得脱难，会当可以慢慢了解脱离四个诸人。五金快乐，啊！大家人爱知影，我即马真欢喜，这是佛陀的晚年呐、啊。那已经年纪大了吼，那刚发华经啊，就是准备呢，将入涅槃的意境了吼。所以过去的四十多年间呐、啊，
42年后才刚发华经嘛，所以佛陀讲，这些东西呢，我已经压落的种子啦，啊，这些种子呢，已经是无量吼，有界定慧啦。虽然还有尘沙的烦恼，但是呢，这个种子入心啦，我现在快乐啦。我应该无挂虑咯吼，很快乐，这是表明呢，佛陀欢喜啊。那因为才会惊，既然心中有种子啊啦，啊，这片的禅地呢，会晓有经营啦，自然应该有修行咯吼。所以善顺真正呢，大家人才会惊呢。已经了解佛陀的教法，了解这个中者老爸的交代，啊，咱众生了解佛陀的教法，所以大家人已经会晓顺从啦。所以呢，老爸的心嘛会当安心啦。那佛陀呢，看到弟子啦，愿意呢弃孝就代。开始一因呢，要发大心啦，所以佛陀伊嘛会安心啦，所以即心欢喜，因为安呢来集合起来呢，是佛陀安心欢喜，所以叫做五金快乐。是佛陀所讲的快乐呢，只不过啦，就是一段的缘吼，这个结缘这场啦，已经呢是终的呗一段路啦，所以呢，佛陀感觉时间已到啦，看到弟子呢也慢慢地咧接受了解啦，了解呢，那就是爱吃。迄、那个大别妙机诸多多人的时刻，所以伊安心咯吼。所以啊，这就是咱爱学佛，爱用心嘛。咱爱唔通搁再耽搁落去吼。人生是无常，时间是不断过去，咱爱把握伫任何的刹那间，所以咱爱时时。多用心啊！